今天来讲解我们的数显电烙铁。这是烙铁的模样，可以调节温度，长按红色键即可加温，长按白色键即可减温。 LED 屏幕调节温度更简单，调节到自己所需的温度，等待几秒钟就可以使用了。这个是焊锡膏，可以使电烙铁更好的使用。直接把电烙铁放进焊锡膏，一秒钟就可以拿出来。这个是锡丝，平常用于电子元件的焊接等，今天拿来给大家做演示。电烙铁可以轻轻松松把它融化。这个是效果，家人们看一下，全程无滤镜无加速，烙铁轻而易举拿下它。使用完把烙铁放置支架上，拔掉电源，等待冷却，不要用手碰到。这里是我们工厂生产的其他一些产品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联系我们。